现在小朋友瑞瑞一个月补助5000块，安安一个月补助6000块。对啊，现在有政府有补助啊，但是就是看你是念什么幼稚园呢？念公立的，你念公立的，就是下去可能一个月才个1-2千块那种便宜的。对啊，如果你是念那种私立的那种几万块的，那就是很贵啊。对啊，主播是不是不喜欢染发？发现你几乎都是黑发，就是后来怀孕之后就再也没有染过了。